你喜不喜欢像我大姐那样成熟又稳重的女孩子？照顾好你们是我的责任。那像我二姐那样聪明又漂亮的女孩呢？我们女孩子最重要的不就是有个好姻缘吗？我呢，喜欢率真又勇敢的女孩子。你跟那个韩德让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手足亲情是世界上最难割舍的羁绊。我只希望考了别哭了，我们姐妹三人一生一世都是好姐妹。可如今我们三姐妹分嫁三房，咱们大辽太祖系三支一直争斗不断，凡是挡在我夺位路上的人都不该活着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是不是要设计害燕燕？燕燕，只要我们三姐妹一条心。主上，不可。任何人都不能把我们分开。你不想我们的儿子赢过他的儿子吗？我们才是一家三口，我们才是世上最亲的人。这就是朕为了江山社稷所付出的代价吗？如果这是代价，那我义无反顾。权力真的太可怕，就像是一个逃不开的漩涡。你骗我！能把所有人都吸进去。在燕燕心中，黎民扶持远比个人得失重要。汉室改革的路上，只需心系大辽，居心叵测，舍弃谁都是值得的。失去了亲情，换了你的天下，做得可安稳。帝王孤独，我所爱者都一一离我而去。能陪你走完这千秋功业，我此生亦无憾。